自驾游，车程大概两个小时，因为之前一直有疫情，他早就邀请我们去了，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。其实现在也不是很适合旅游，尤其在东北，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。不过，在哪儿都是玩，我们还是一起去看一看。驱车两个小时吧，差不多两个左右。这个地方呢，之前是从来没来过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小朋友的家长是这里的，经常会提到这里。那其实我也会很遗憾，就是说我们身在哈尔滨，但是周边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，都没有逛过，对，所以就来看看呗。但是今天就是很遗憾。青黄不接啊，就是很多树木啊，对，这个季节就不适合在东北旅游，对，就是看起来会荒凉一些，气温也并没有那么好，3度。这个大广场好大呀，这可比西谷村那个大多了。我觉得这儿能看见这个地方的所有的老头和老太太，然后扑克牌我一直以为不会有很多人买，其实他们人手至少有2副。是因为这跟林业局有关系，所以我感觉这儿的空气比市区的好。真的，不光是空气清新，其实这里也会更安静一些，安逸一些，没有那么多车，没有那么大车，或者但这儿有很多农用的车。还是安静啊，还是安静，这样的地方就是会让人，其实这个地方有点像可以就是盖别墅，然后依山傍水。交给你了，交给我。今天这天儿是真好啊，是，然后还感觉在这里就节奏会慢一点，就是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应该融入这个广场。有吗？有，其实就是放空的一种，就脑子放松一下，放空一下。所以为什么说小城就很适合安逸的生活？就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呀，或者你争我抢、啊。记不记得当年我们去深圳的时候，去到那个华强北那个地方，我们走路都要带风。哇，走路跟跑一样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哈尔滨，我俩走路依然很快。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慢一点，因为没什么急事了。
咱们是今天的下晚饭的同一桌。看，就必须卷肉，只能是卷肉好吃。对，卷别的不好吃，卷别的不好吃。嗯，那就是得配荤腥这东西呗。有点泡菜的味儿，其实。